好几辆车静止不动，但驾驶等待通行的不是行人，而是一整排缓慢通过的鹅。啦啦啦，去想象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小脚鸭子缓慢移动，还有人拿雨伞当交通指挥棒帮忙挡车，但光等这群鹅全通过至少要花好几分钟。这么多鹅仿佛出巡一样逛大街，后方还有人等太久，当场在车上客气泡面。打上几两个看到鹅过马路，大概要走几分钟啊？十几分钟呀，我车子要让它经过啊。而过马路，附近民众早已习以为常，常常一等就是好几分钟，但模样太逗趣，就算得停下来等也不嫌久。而过马路的地点就在桃园大园区，但这条鹅必经之路却是从养殖场通往屠宰场的路线。因为交管，然后怕影响到行人，这样有时候看到鹅赶到好不好赶，他们买在那边啊，好把它赶过来而已啊。而过马路，不少网友说这些都是新台币，得优先礼让。人类虽然看了觉得逗趣可爱，但对鹅来说恐怕是一条最不想走的路。三星新闻时，媒体蔡春琪桃园报道。